qui me voit.他们晚上线了，我们可以 A 到第二个迅捷。A 到第二个迅捷的情况下是对面不卡线，知道吧？对面如果就没有提前上线，你 A 到第二个迅捷刚好到线上是能开始吃兵的。晚上不好杀，这个线没进去，一个兵就二了。兵线就会 A 你，对面的兵就会 A 你，所以说，反正一天至少要上，不然不好上，或者让我现在推。他也不油你了。来给他一打上，让我先。换刀的情况下，打架的情况下，一定要。在塔上，观众不要觉得我不会补塔的呀，我塔上也是非常牛的。刚刚不切刀，直接一直 A 就好了。不是，要切刀是个习惯。观众就。看不见，观众只能看到这里那儿，别的切到有时候就可以 A 的快一点。看点别的呗。不行，你再来。就是说前，就你要被他 Q 到了。以前打峡谷之巅的时候，就是所以说你们要玩这个英雄去低分段玩的话，慎重考虑掉。或者说你带个什么队友，爆破现在才出嘛，但是你来了，单带什么的，到后面去打的对面二塔，我挡。他可能心情好了啊，我推了；心情不好了，我不推。哎，不是一个个的就硬当这个护法使者呀？好像发育不了。
红刀 Q 房子的时候跌的。你们发现我其实我们在拿的优势的情况下，为什么分析阵容啊，他们这个下路其实就是那种比较火男的英雄，一定要躲技，先躲技能再去跟他打，知道吧？A 一下，拖一下 ，A 一下，他们摸不到我们的。
烫。战绩咋样？马上给大家看一下。